泡咖啡，自制的萝卜糕，哎，太厉害了！一人一块，然后我们可以吃蛋饼，好棒哦！我们要出发了，要传说中的娃娃，滨州人最爱，再加油！哇，好多哦！他们的热食区很厉害，咖啡选择好多哦。这是点菜机。倾诉哎，牛吗？哇哦！哇哇哇哇哇哇我们到了工厂，我们进来了。这边可以拍照，里面不能。拿到两包正品，压好了。我非常的惊讶，每次跟陈柔毅在一起的时候，都会看到一手的阿美。一手。没想到他们也会看这个导览哎，好神奇哦！我们在逛街，走马路，这是一个太破了，对，杀时间的方法，我觉得不错啊，这样很哇，这墙太酷了！来到滨州也要逛一下酷毙哦，看标志上都有写西班牙文耶。有一个纪念碑，来桥上，住郊区的去城里上班的，现在是离峰，你等到你尖峰的时候，就会很多人，会没有位置可以坐。哇，好多人啊！淡淡是台菜馆呢，这个我不知道，台湾招牌菜，我的妈呀，看起来都好吃，还有客家小炒哎，然后挂包香肠，它的装潢好美哦。淡淡的